我是青年相声演员，我叫马军、啊，是马踏飞燕的马，统带千军的军。该您了。我也是一名青年相声演员。我姓盛。姓盛。对对。盛老师。您老师。青年才俊。您夸奖的。德艺双馨。不敢当。别瞧您年轻啊，但是水平高超。我也不行。您是一般的水平，参加不了我们这个天津卫视笑里相迎的栏目。那倒是实话。尤其今天啊，我们这个主题太好了。什么主题？我一说出来掌声四起。您说说。家风。说的还真对。你别说说的对，你知道什么是家风吗？这还想考我？我怕你不清楚。家风，又叫门风，代表着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时代风尚和生活作风。哎，这不嘛，我们在演出之前呢，这个导演给我们开会，开会了，还说准备搞这么一个评比的活动。对，要评选一个优秀家风好演员，而且说了，谁要评选成第一名，将会代表我们天津电视台到市内各大社区进行免费义务，懂吗？就是一分钱不给，免费演出30场。这要是被评选上，哼，那简直太不幸了。你说这个谁是合适的人选？谁合适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我不合适。这也对，因为你家风不行啊。对对不对？谁说的？你评选不了。谁说我家风不行？我是有事儿，我30场演出我去不了。你有什么事儿比评选还重要？对呀、啊，我对，我们家楼上住着一个孤寡老人。我最近这不是。对，定时去看望看望，帮着老人做做家务啊，收拾收拾卫生什么的。你瞧，忙这事儿，那演出我就去不了了。尊老敬老，这算什么呀？这我们家就这么教的呀。你瞧瞧，这您绝对是一个合格的优秀家风好演员呐。别这么说呀。我是这都是我做的。那30场演出我不是不想，我不是去不了吗？冲突了，所以就比较遗憾。真遗憾。本来呀，我也是想参加评选活动。你也不想去？当然当然不是了。那为什么呢？他是这么回事儿。这个我们的初中老师啊，初中老师退休了。我们班60多个同学准备每人给老师搞一场大型的感恩会，回报老师当初培育我们的感情。那你这属于尊师重道啊。应该。这绝对是优秀家风好演员呢。住口。我参加不了评比，我给老师感恩会60多场，买东道西，联系人没有时间。那咱俩真是太遗憾了。可不。你说咱俩这么遗憾，你说谁不遗憾呢？我管那个的，爱谁谁。你不管不行。咱得找出一人来，把他推荐给导演，咱俩就彻底的安全了。你聪明吗？你看是不是？对。那你说咱推荐谁？推荐李菁。为什么推荐李菁啊？李菁老师是名人。他有名，天天上电视啊，对不对？再说李菁演出费高。高啊。挣得多。李菁老师一场演出费是咱俩10倍。他一场演出能挣400了。你别管人挣多少钱，人家是名人，挣得又多，你就应该推荐他。对你想啊，30多场分文不给，累死他。到时候他是累死了，本来找他的演出都找咱们了，咱俩就发财了，你想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要不说你坏，你不长个儿了，真的。
我这是为咱好。对对对，我知道。知道吗？既然选他，打电话给导演打电话。你怎么不打？我电话没费了，啊？60多场感恩会，我联系人买东道西，我没钱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你看我这里边记了好几个导演。是吗？这哪个负责这事？咱打哪个？打胰岛，糖尿病是吧？胰岛干嘛？侯一一，胰岛，那不侯岛吗？你别管什么岛了，你会说吗？这还不会说吗？就打电话给他打，打完之后，喂，导演，我带上你，我跟马军商量了啊，评选这个优秀家风好演员呢，我们推荐李菁啊。那人家得问那个为什么呀？这还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名人呐，他演出费高，30场还不得累死他？这把他累死了，这住口！能这么说吗？咱就这么商量的。不是。这是秘密吗？这不是咱们是什么活动？评选优秀家风好演员。对呀，那你得跟导演说李菁老师的好家风啊。你得。我哪知道呀？瞎编不会吗？瞎胡说八道不会吗？你拿过来你笨死我了。你打就对。哎，导演。对对，痛了痛了，是我。对，我和盛伟，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呀，我们推荐李菁老师做优秀家风好演员。推荐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眼大。不是，他是眼大有神。他也不挨着，他是那个乐于助人。有一次他们家那电梯停电了，小区那全没电了，他帮一个大姐把一袋面扛楼上去了。扛楼上怎么？导演那是8楼啊，累得李老师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，知道吗？人家生活作风好，您就得评选他。哎，对对对，我看你多少回，你知道吗？我还知道一个导演，我是盛伟啊，我还知道一个，他们小区啊，里边有好多那个流浪猫、流浪狗，我经常看见他买一些猫粮、狗粮去喂这些小动物。我问他为什么。他跟我说了，他说这个爱护动物啊，是他们家从小就这么灌输的，这就是人家的好家风啊。对呀，选李菁老师是这个特别合适。哎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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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？什么？哦，改了。我不是15演出30场。不是。哦，3场啊。3场我们俩也不。哦。啊？还补贴3000块钱？哎呦，爸爸呀！哎，导演，哎呦，什么？您再说一遍，您没说清。三场给3000块，哎呦，李菁不合适，李菁哪儿成啊？他有问题，他。对对。他帮人扛面，对，他是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帮那大姐扛面吗？他看人大姐长得漂亮。导演，你知道，关键是人家大姐丈夫一出差，她才帮人家扛面，一出差就帮人。导演，我不是吓唬你，她生活作风有问题，你要选上她，连您都得折进去。我告诉你，对对对，确实是不能选她。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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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善良，她可不善良。不能不能不能，是她是为他们那个小区的流浪猫、流浪狗。您知道为什么吗？她有个亲戚，她那个三舅，是卖烤羊肉串的。他就是为把这些小动物喂肥了，送他三舅那儿假装羊肉。嘿，我还看见干嘛呀？那肉串我吃多少回了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弄得我1到28月听见猫叫，我想上房。所以您不，所以导演，您听我的，您得听我们大伙儿的意见。对对对，咱们不选他。哎，对，不，哎，好，哎，不选他行。哎呀，我天哪！不选了。哎呀，太悬了呀！哎呀。这让他选上可不麻烦了吗？哪儿这好事儿？这选了他，哎，你不过他是不选了是吧？那你说这3000块钱应该谁拿？演出谁去？这都得有个人，花落谁家？不是你刚才说完这话呀？我心里倒是有那么一个人选。你猜怎么着？我这也有个主意。咱俩是不是想一块儿去了？要不咱俩一起说。一块儿说，我认为这个人就是我自己。你这太，你怎么能是你啊？就应该是我呀。你为什么？大伙儿都听着了。我帮助孤寡老人呢，
对，打扫卫生。正是因为你帮助孤寡老人，你没时间参加演出。那个，我跟孤寡老人要不行，我说一声，先不去也行。这能不去吗？那是我姥姥。你姥姥是孤寡老，你这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我假的怎么了？你人品有问题，你去不了，还得是我。你也不行，我你不得给那个初中老师办那个感恩会60场？什么初中老师？哪来的感恩会？初中老师，我小学4年级就辍学了，就感恩会没有那个，就我你这也是假的，真假你管不着，我就应该参加评选。你评选不上啊？我必须是。我现在给导演打电话，我也打，我就推荐。不行，我电话没费了。哎，没费了，我打。喂喂，哎，导演，我是伟啊，咱不是评选那个优秀家风好演员吗？我这个人我毛遂自荐，啊，我认为我还是比较合适的。为什么我家风好啊？我经常帮助那个我们楼上的孤寡老人。那是他姥姥。对啊，但他是我姥姥，他是我姥姥，他也是孤寡老人呐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因为我姥姥姓孤，叫孤寡。蛤蟆，你才蛤蟆呢你！喂，导演没说你，我是说我那个蛤蟆姥姥，啊。我跟他，我就给他打扫打扫卫生。他说行了，你给我拿过来吧。你不是导演，您还得听我说，我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，我这人品太好了，我这家风也好，您知道吗？我们初中老师退休，我给办60多场感恩会。他小学4年级之后就不上了。你不是4年级不上学了，他说我4年级个头就不上了，您知道吗？所以说呀，真的好演还得是我。他拿我电话，你说这喂，导演还得选我。他家风有问题。我家风挺好，真的。他人品也不行，他啊，你选他。我评选结果出来了，谁呀？李菁。不是他。哦，李菁把补助那3000块钱捐给敬老院了。啊，哦，那就行。哎，再见。李菁把钱捐给敬老院了。要这么说，人家李老师那叫实至名归。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好意思？咱这脸还是脸吗？是不是做错了？太不对了。那咱怎么办呢？从明天开始改呀，改正错误啊。能改正啊？当然能改，以后就拿这个优秀家风好演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改正自己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也表个态，改，打明儿起，嗯，我用优秀家风好演员的标准，我要求自己。对，我实事求是，嗯，我乐于助人，好，我尊师重道，我谦虚谨慎，这就对了。